本栏目由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肾片赞助播出。我是肺，人类的生命依赖我每天超20000次的呼吸。我也容易受外邪入侵，咳嗽、气喘是我不健康的表现。关注肺健康，中药补肺丸，组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补肺益气，止咳平喘，治疗喘咳、气短、干咳、痰黏，你需要注意补肺。中药补肺丸专治咳痰喘。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扫描二维码注册凡人游戏会员，或拨打热线电话8805-8805报名。重庆本地10年品牌，口碑保障，10万本地优质会员，100%实名认证，高达80%的匹配度，总有一个属于你。想相亲想脱单，就来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 VIP 会员，免费相亲，免费找对象，拨打8805-8805，还可获专业红娘的1:1相亲服务，精准定位你的爱情。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加入我们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幸福就在这里等你。凡人游戏相亲开始啦！周一到周六每晚8点，真诚相亲，绝不作秀。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5-8805。凡人游戏，我们等你。他是社会经验丰富的成熟男生，他是理性过头的漂亮姑娘，两人一见面他就对他一见钟情。身材啊啥子这些各方面都还比较好，都还比较不错，然后外形啊还有五官啊各方面都还比较清秀，而他却直言不讳地拒绝他。哦，没事。前一秒他还沉醉在他的厨艺当中，能吃脆骨儿，吃到不长胖那种，叫就是猪的那个特色菜那种。有一说一，他做的菜是真的挺好吃的。为何下一秒又说出这样的话？你也太没自我了吧？他的真情实意又能否改变他的态度？我是真的对。爱情高争取，我也不放弃。欢迎收看《凡人游戏》，我是相亲特派员佳迪。如果你也想参与到《凡人游戏》的话，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8805-8805。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肾片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精选人参、鹿茸等道地药材，精制而成好护士牌强肾片。同时感谢《凡人游戏》线下服务中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重庆中梁山矿泉水对本栏目的奖品赞助。重庆有好水就在中梁山，优质好水真矿泉，中梁山矿泉水。淘宝、京东有售。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男嘉宾呢，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男人的成长史。之前是个好好学习的好同学啊，在外留学，包括工作都在国外，然后之后呢又回到了国内，进入到了家族企业当中来进行工作。现在呢，生活方面、物质方面，哎，保持的还是不错。今天的男嘉宾到底怎么样呢？不要着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大家好，我叫苏正浩，今年32岁，88年的，每个月收入的话大概是在5000到8000左右，然后住房啊，我现在在李家沱有一套房子。本期就有男嘉宾苏正浩，32岁，身高1.75米，职业人力资源，月收入5000到8000元，婚姻状况未婚，李家沱有房。我从12年开始，然后都从事出国留学的工作，中间呢还有半年到国外去考察项目。16年过后啊，因为屋头的事情安排嘛，
然后都换成了现在的那个一个工作，然后从事做那个劳务安装和人力资源的那一块的东西。现在是跟到屋头的几个表哥一起在接一些像工程相关的事情，那除了基本的工资以外呀，还有一些分红啊啥这些。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性格比较洒脱一些和膨胀一些，才出社会的时候啊，那阵个人做项目比较好挣钱一些，那阵呢个人都比较膨胀啊。之前从事的类似于咨询类、销售类工作嘛，然后也很锻炼人，然后慢慢的性格啊各方面啊，也慢慢的开始有一个转变了，变得更稍微要稳重一些了。丰富的工作经历让苏先生的性格变得沉稳，兴趣爱好也变得偏安静。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啊，就是其实跟正常的差不多，都是有时候一起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一下啊，然后找一些好吃的。现在经常没事的在屋头也会弄饭了，然后我一般在心情好的时候都会煮很多饭，但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煮饭，煮了饭后啊，也算是自己的一种发泄嘛，然后都会心情都会变得很安静了。喜欢做饭可是一个加分项啊，不知道苏先生有着怎样的感情经历呢？有四段感情经历，高中的时候有一段，然后大学的时候有一段，然后回来工作了过后有一段，然后后头相亲，屋头相亲介绍了一段，最早的那一段，高中那一段，反正一天没啥子钱，都想到去把钱存起，都要留给大家一起两个人一起用，都是那种。然后啊，后头最后头那一段啊，就是确实因为双方家庭产生了一些矛盾，在经济上面有了一些纠纷，所以说导致很难得相处下去啊，所以说最终放弃了。现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位笑容满面的男士啊，就是今天的男嘉宾苏先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哎，大家好，我叫苏正浩。刚才短片当中啊提到了之前是有留学的经历啊。对，我之前在新西兰留学。新西兰留学包括工作也是在那边？后面工作是单独去的另外一个国家。但这些啊都只是引子，最重要的是我关心你之前的四段感情经历，有没有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恋爱的经验，包括结婚的一些对于自己的一些要求。确实反思了很多，以前呢是以我自己为主，以自己高兴为主，现在呢以家庭和谐为主，会比较好的处理好家庭关系嘛。那这是内在的吧，外在的呢，对于身高呢、相貌呢有什么要求呢？每个男生都希望自己的老婆是最漂亮的，或者说更漂亮的，但是只要标准化就行了，只要标准化，这个标准化就很模糊，能不能给出一个具象一点的要求？只要怎么说呢，没有太多外貌上面的要求，因为毕竟自己长什么样也有分寸。确实成熟了，你五官正常吧，然后身材匀称吧。希望找的另外一半啊，都说善良一点，然后啊，能维系好家里面的一关系。男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善良；二、能维系好家庭关系。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今天的男嘉宾呢，是一个学习和工作经历都很丰富的男生，也比较的优秀。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他想找的另一半是一个要注重家庭氛围的这样的一个女生。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很多的内涵了。那注重家庭氛围的话，可能就是要跟家里的成员这个关系要维系的其乐融融，这就意味着女孩子的这个情商要高，要孝顺父母，而且有可能会出现跟父母一起住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哈。这些话虽然说男嘉宾没有明确的说，但是我相信在接下来的相亲过程当中，他会对女生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什么叫做维持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OK，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是否符合我们男嘉宾的要求。大家好，我叫张扬，目前在。哎，女嘉宾你好，欢迎来到凡人有喜。千等万等，终于把女嘉宾给等到了。
你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也都是这样非常理性吗？工作了之后就发现我不行，就还是得女孩子还是得强势一点，还是得强势一点，感觉受了很大的伤害呀。一般啊，就是都是女孩子在吵架的时候会说，哎，你不爱我了，你怎么这样，就这样。但是我之前一段感情就是完全反过来了，就是我的前男友他在说，哦，他来跟你说，你是不爱我？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你会觉得有点无理取闹。对对对，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咱们俩能不能好好说？他说，他就你就是不爱我了呀，怎么的？我觉得根本没办法谈下去了，这样。啊，其实恋爱当中啊，会有这么一点小撒娇，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实际上这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如果真的是非常理性的话，啊，建议不要谈恋爱。不是不是，那生活的小情绪那还是应该有嘛，偶尔的撒撒娇啊，就啊，说明你还是有这个方面，还是有，但是不要说是，正儿八经有事儿的时候，你跟我就谈什么感情啊，你不爱我，那个真的太幼稚了。好，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可以说是又高又瘦又美啊。那句话该怎么说，叫做瘦高白秀幼哈，就基本上符合我们女嘉宾的这个外形了。那么这么漂亮优秀的女嘉宾，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呢，却是要稳重，要成熟，要包容，因为她的性格是比较强势的，所以希望对方能够可能像哥哥的一样的这样来宽容自己，同时呢要做饭好吃啊。那么这些要求我觉得男嘉宾其实都是符合的。那么我们的男女嘉宾见面之后场景会怎么样呢？男嘉宾这边礼物都已经见面礼都买好了啊。因为天气太热了嘛，就买两杯冰水。冰水啊，那万一人家不能喝冰水呢？那再去买嘛，再去买。那行，哎，还是挺暖的。那个女嘉宾呢，现在就在这个扶梯的最上端。现在我陪着你一块儿，然后去见女嘉宾，好不好？好，好的，我们先走。你感觉会是一个怎样的女生？不知道，满怀期待，脑袋里面一片空白。现在好，女嘉宾就在这儿，感觉怎么样？不错啊。来，女嘉宾你好，男嘉宾也到了，来给双方这个自己做自我介绍吧，好吧，别隔那么远，真是的。来，你好，我叫苏正豪。没了。我今年32岁。现在单身。现在单身。哎呦，你要是已婚就不能来上节目了。哎，你这个说的。不过这是他幽默的一个点，他这人挺幽默的。来，女嘉宾。你好，我叫张扬，就是张扬跋扈的张扬，今年28岁。身材啊啥这些各方面都还比较好，都还比较那个不错。然后外形啊还有五官啊各方面都还比较清秀。有点胖，也好像不太高的样子。就不会是第一印象是不会特别喜欢，就比较普通。而且我感觉男嘉宾今天的穿着也有点就是不是很在意，就是那种感觉啊。随意吗？苏先生可是已经自己换过衣服了呀。主要是觉得运动衫不太正式，然后啊还有个就是像遇到那时候女嘉宾都能够正式的那个，我想得起那肯定自己也要换一换，也要换一换。去买了个衣服。苏先生，你这个换装并不成功的。他刚才已经跟我说了，性格也是非常强势的，能够 hold 得住吧？争取被 hold 住。争取被 hold 住，你这手上反正提着东西也没打算要给出去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天太热了，你喝不喝冰呢？可以，我可以，但是没事没事没事。谢谢啊，谢谢。没事。就是刚刚吃的东西撑的。而且我也给你解释一下，女嘉宾刚才跟我说，她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啊，她要就是要，她不要就是不要，但是对你没有任何的恶意，对吧？是这样吧？啊，对，不是恶意。好，我们的男女嘉宾终于见了面，有一个细节真的非常有趣，我们没有看出男嘉宾换了衣服，编导没看出来，主持人、我们的摄像都没注意，后来才知道男嘉宾是趁着去买水的这个间隙，赶紧的去买了一件衣服。那么男嘉宾可能预感到今天这个相亲非常正式，可能会相。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所以她去换了一件 polo 衫，尽管我们都没有看出来，因为两件衣服都是黑色的，所以胖子就是这么悲哀，对不对？我们胖子只能穿黑色。但是男嘉宾的这番苦心女嘉宾还没有领会到，她反而认为
不正式啊，还是不够正式。那我就很想问了，今天这个天气哈，40度，那你觉得他要穿什么样子？难道要穿那个衬衫打个领带，最好是来个领结吗？男嘉宾穿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可以了哈。我觉得女孩子，有时候呢是可以注重细节，但是呢也不要过于的苛责。我们的女嘉宾呢一来就体现了她性格非常爽直的一点，对于要不要喝水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搞笑。可能有的女孩子就觉得害羞说啊我不喝了哈，但是女嘉宾就会说我要喝呀，只是因为我现在很撑，我喝不下而已。这样说话的方式，其实男生会很喜欢的，觉得你这个人很耿直，而且也非常的有趣。那么一开始这个心理上的感觉哈，女生明显是占优的。那么今天的这个相亲会成功吗？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哦，我要这里非要强调的说，煮饭那个东西啊，我不会做饭，我做饭很难吃啊。然后在家里，就因为悦来现在它算是一个新开发区啊，周围就几家外卖，我真的吃外卖都快吃吐了。两个人在一起，总要有一个人煮，那他不煮，自然你不煮，自然是我煮啊。那个我觉得点儿问题都没得。其实我会的菜啊不多，但是啊，我有一个好的地方都在这，你点个菜，然后我不会的，我都大不了我去百度一下儿干嘛，那个都无所谓，百度一下儿啷个煮啊啥这些，多当两会儿小白厨嘛，那又无所谓了。挺开心的啊，我挺开心的。抓住一个人的心，就得先抓住他的胃。苏先生这一来就直击张小姐的内心呀。接下来在面对张小姐的提问，苏先生应对的也是游刃有余。假如说是工作需要，我要调到外地，可能一年两年，就是时间比较久。但是你又不想我离开那么久，你会怎么办？在我现在觉得哈，倒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为啥子？因为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我其实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说我不上班也无所谓，遇到对的人我愿意去收到些婚前。因为说实话婚前的话，我希望说啷个说啊，就是说还是多顾及，确实你要去黑脚，那有可能说我会在不工作的阶段，那我会常住你那边。好，然后如果说是婚后的那种的话，我就单纯的都是一个，那我只能跟他一个噻。陪我守着我很开心，但我不建议啊，就是总觉得是有点失去自我了。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吧。经济上还有一些感情的处理上，我都可能相对的独立。当然哈，如果说是咱们俩就是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以后，我希望这个东西也是可以一定的保留，不是说完全就那个什么。你是说在工作方面吗？还是我是说任何方面？任何方面，就是说我希望不要说咱们俩结了婚之后，哎，我就一天天的就是围着家里转了，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了，我不希望这样。我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失落，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希望都是说家庭温馨的啊啥这些，只是说啊，有可能温馨和女嘉宾说的那种独立啊，不一定矛盾，或者说不一定有冲突。我们男嘉宾为了赢得女嘉宾的好感，也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哈。女嘉宾是一个不想做饭、不会做饭的人，那么男嘉宾这种暖男的行为呢，让他觉得好贴心。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异地恋的问题啊，男嘉宾的反应就更让人大吃一惊。他说：“我可以放弃我的工作，不要我的事业，我就追随你。”听起来这个态度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开心哈。为了爱，我可以走天涯，但是女嘉宾只开心了一秒，就我认可你这个态度，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们两个人应该保持一种独立的空间。但是如果男嘉宾抛弃了所有的事业去追随女嘉宾的话，反而会让他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你为了我失去了自我，你放弃了你自己应该去珍视的东西。那么态度呢给了100分，但是这种行为呢在女嘉宾那里肯定会拿到一个负分。虽然苏先生愿意为了张小姐辞去工作陪在她身边的这个态度让张小姐很开心，但是个性独立强势的张小姐却希望两人更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这不禁让想要有温馨家庭感的苏先生有些隐隐的担心。而接下来的一个话题更是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因为我是
会把一些东西说得特别明白的人，我很讨厌拐弯抹角。比如说哈，咱们俩吵架了，就某件事情，找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这样我觉得是一个舒服的状态。再如果真的实在是不好意思说，那走吧，咱俩喝酒去吧，喝一喝就说出来了嘛，对吧？冒昧的问句，你喝酒喝的喝哪一期嘛？喝都喝，我家有个酒柜，有喝酒柜。当然我也不是那种酒鬼哈，就有时候喝酒能助眠嘛，睡觉啊要舒服一点。张小姐对酒的喜爱是不言而喻呀，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苏先生对张小姐的喜欢呢？以前我有段时间开玩笑说的都是说，我说的我以后找个老婆的话有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啊，争取有驾照。第二个就是说不正当要求啊，就是说争取找一个喝酒喝得赢我的样子。男嘉宾说的关于喝酒这个事情，我没想到还聊得比较来的，因为男生好像一般都比较介意女孩子喝酒啊。然后他说要找一个能喝得过他的，我觉得这个我还得再练一练吧，我可能喝不过他。没想到对于张小姐喜欢喝酒这件事，苏先生不但不反感，反而很喜欢，两人一拍即合。想到张小姐的择偶要求是希望对方做饭好吃，于是苏先生抓住机会主动邀请张小姐去自己家里，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你好，你在跟电话说。我喝果汁好了，喝果汁。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你是他手都在抖。紧张啊，那个没得任何那个，只有我个人住的。好。我现在住的呢是我表哥的工作房。因为我去年六月份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房子也没装修嘛，然后我又不愿意跟我妈住到一起，好，所以说都暂时住那边。你说你去年在国外是去了哪儿吗？去的是那个新加坡和菲律宾。你是去那儿工作吗？还是？是工作，有那边有一个销售策划方面的。走吧，做饭去吧。张小姐，你这是急的到底是饿了呀，还是想看看苏先生的厨艺呀？你做的啥嘛？那是炖的汤吗？我是红烧的那个鸡翅膀和那个炸蛋，猪的那个位置。今天早上6点多钟就需要解冻，然后再煮。6点？因为要解冻。现在有没有什么即食可以吃的？可以，先给人家女嘉宾先喂一口。等一下。2分钟他烧涨了就还是很感动啊，觉得他还是很有诚意，给苏先生点个赞，诚意满满呀。只是不知道这个菜的味道能否俘获张小姐的味蕾呢？你不我拿个碗啊？我就那么吃啊？先搞一下嘛，先搞一下。那我就不客气了。都是肉。等着长嘎嘎的，那种吃脆骨儿，吃了不长胖样的，叫就是猪的那个脆皮脆。有一说一，他做的菜是真的挺好吃的。张小姐这点头如捣蒜的肯定，看来苏先生的厨艺是彻底通关了。本来说还要去超市的噻，本来我在想说到底是买香菇还是买土豆儿。我本来打算说，不是说一起去超市，然后到时候问你嘛。如果要吃土豆的话，就买土豆回来弄；要吃香菇，就买香菇回来弄。今天我是打算啥子，就说做个五菜一汤就行了那种。好，这确实时间不得行，下盘就停了，没啥子。因为今儿本来原计划有一个猪耳朵炒海椒，然后有个那个红烧的，然后还有个番茄鸡蛋。好，还炒个素菜，好，还煮个丝瓜肉圆子汤，不完了，就上了。我觉得这一个菜就够了，我就够我吃了。煮伙食啊，还是没问题的。感觉还是好养。你那吃馒头我也能养活，我不挑食啊，我也能挑食啊。对于男嘉宾说做五菜一汤这种事情，我觉得很厉害。当然哈，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完全的吃到五菜一汤，也算是一种遗憾吧。
但我还是很佩服他。听着张小姐毫不掩饰的夸奖，苏先生也顺势表达了自己对张小姐的喜欢。之前年轻的时候，那种有三个要找媳妇有三个要求哎，好，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尽量能开车嘛，第二个就是说喝酒能喝赢我嘛，第三个就是穿起高跟鞋能高过我的。其实说实话哈，今天最让我意料的一点就是真的。女嘉宾特别的高，特别的高。你现在说的三个条件啊，我看很多其他的男生都是要求什么高跟，穿高跟鞋也不能高过自己，喝酒啊也要柔柔弱弱的，三杯就倒。那为什么你都是反着来的？其实更多的我希望说能在心里面是伟岸的就行了。心里面是伟岸的，就说我在。另外一半或者说在女嘉宾的心里面、是高大的就行了呀。高大的。那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说自己另一半比我更优秀，不管是外形还是说是事业还是生活还是这些方面，我是非常觉得说怎么说呢，就接受的。女性比你优秀，你不会产生那种自卑感吗？肯定是某些方面，因为每个人他优秀的地方不一样嘛，就像有可能他在身高方面，但是有可能我在阅历方面，因为人和人我觉得是相互补的嘛。就像那你说优势上面，那你不会做饭就是一个短板，但是我会做饭那就互补了嘛，对不对？在我自己身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希望双方都可以优秀，而不是单方面的优秀，因为这样短时间还好，但长时间可能会造成对方出现某一种自卑心理，所以说我希望是共同优秀，而不是单方面的优秀。男女嘉宾在这个相处环节当中呢，我们注意到男嘉宾说自己的隐藏的择偶要求非常有意思。他说我希望对方呢是有驾照，喝酒的酒量大过我，还有就是穿上高跟鞋会比我高。这三条指向说明这个女生肯定是非常优秀的，有驾照嘛，能开车，对不对？对机械的操控能力是不错的，喝酒也比我强，说明她的应酬交际能力可能也不错。那么个子呢，要穿上高跟鞋就高过我，那这个女孩的个子肯定相当的高了。有可能我在想哈，最后这一条是男嘉宾看到我们女嘉宾这么高之后临时加的，但是这些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反映了男生其实发自内心的是喜欢另一半比自己优秀的，比自己高，比自己强，比自己厉害。我们有时候会认为男生是不是就不喜欢女生太强势，不喜欢女生太优秀，免得把自己给比下去了。不是的，我们喜欢更大更高更美更强的人类，几乎都是我们元祖带给我们的这种基因的密码，是一种人类的共性。所以男生要高攀起人来真的不会比女生差的，他们只是隐藏自己的这种高攀属性而已。但是明显我们男嘉宾呢，对于今天的女嘉宾可以说是很满意，因为这个女孩子就符合他对另一半的定义，比我更优秀。看得出苏先生很喜欢张小姐，回想到见面时张小姐觉得自己的穿着不够重视，于是邀请张小姐在自己的衣柜里重新挑选一套符合张小姐审美的衣服。相亲有一段时间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肾片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精选人参、鹿茸等道地药材精制而成好护士牌强肾片。想买原装进口瑞士手表的朋友，大家要抓紧了哦！重庆瑞士名表展清仓返场，全场2.5折起，买金表送名表，买一送一更划算。我们展会啊将会在9月8号的晚上6点准时结束。两路口希尔顿酒店以及北碚、永川、合川、万州、涪陵、黄水等七大会场同步清仓，一件儿不留。品牌呢，包括欧米茄、浪琴、梅花、天梭、英纳格、三度士、浪驰、雷达等20大知名的瑞士手表品牌，全场2.5折起。上万块钱的瑞士名表啊，展会清仓2-3千块钱呢、都可以拿下了。清仓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瑞士表低至980。展会啊，只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要想捡趴货的朋友，大家记到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8579797，88579797。你看我走正式的话，我其实很多年没穿。没有，我不是说穿正式，我是说你有没有 T 恤就不要脱了它。
有体恤，穿大了的没有办法。重新买吗？这个跟他身上穿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就真的，真的可能是男生对自己真的就不怎么打扮了吧。苏先生为了达到张小姐的审美，也是费尽心思，主动邀请张小姐陪着自己去商场买一件张小姐觉得满意的衣服。我确实审美不是好，然后麻烦女嘉宾帮我审美一下。那走吗？走吗？走吗？不紧张？不是不紧张，好和尚啊！不是好太素了。太素了呀！我一般的衣服只有黑色，最多有点白色，然后其他的颜色的都很少。那个算米色吧？好老和尚，你觉得可不可以？你是觉得显胖还是觉得怎么？没告过，告可以告一下吗？去试吗？去试吗？张小姐和苏先生的审美还真是不一样啊，但尽管不是自己平时会穿的衣服，苏先生依旧愿意去尝试，不知道最后的效果怎么样呢？啊，还是要比刚才看起来要凉快一些了，是吧？你把这个领的那个扣扣一下试一下。嗯，你喜不喜欢？就你能接受吗？没穿过那种颜色的。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换了衣服以后，我觉得还是要看上去正式很多，我觉得要舒服一点。没得说有啥子不舒服的地方，只是说多一种尝试，那个倒感觉觉得说啷个说啊，穿出来新的一个种感觉嘛，给个人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换装还是很成功的。回顾今天一天两人的相处，苏先生都在慢慢的迎合张小姐的喜好，张小姐也在慢慢的被苏先生吸引，这样美好的氛围能一直持续下去吗？你的性格应该是那种比较就说自由意志化一点 freedom， 就说自由意志化一点的那种，不单纯的我们两个相处的那种的时候，我觉得自由一点的啥这些都没关系的，就说有时候长辈啊啥这些可不可以，比如说你会不会，比如说去主动的迎合啊，甚至于，比如说主动的约他们，比如说有可能我会主动的给你们父母，或者说跟老孩说，假如说要喝酒哈，好，我会说，哎，那个叔叔，我们一起喝点酒啊，啥这些，啥这些，你会不会主动的那么来跟长辈那种来交流，或者说迎合他们？我自己应该是不会主动，但他们找我，我就是有求必应。也要看催化剂激励的去促成，或者说是相互的，因为有些时候你说他现在都很虚假的那种迎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但是不真诚的那种也没好大意义的。所以说更多程度上来说，有些时候我觉得只能那么说，接触一下，看一看，试一试，自己引导一下，看得不得行。看来苏先生真的是很喜欢张小姐，连自己最看重的能维系好家庭关系这一点都做出了让步。就在我们以为张小姐会被苏先生的体贴打动时，接下来的一个话题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对自己工作以后有什么计划规划没有？都那么说嘛，我现在到公司上班的话，最便宜嘛5000块钱的工资有嘛，然后不足市那边收租金都有一万七，然后加我5000的话，再啷个都有2万3、2万左右，因为我现在是属于无压的状态。哦，如果说确实生活需要，或者说生活品质需要，那我也会努力一些，争取月收入再上一个台阶。如果说要喊我拼一点点，我今儿下午也都可以去，都随时都可以去找事情做。但是啊，我只觉得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嘛都有惰性，我也想个人能轻松一点点，不想太累了。啊，但是如果说屋头需要，家头需要，因为我妈的意见呢，就是说。他说你个人找点事情做嘛，至少说不然的话你天天在屋头做啥子嘛，就是这种。好，我觉得反正我也觉得是不要太闲了。男嘉宾说他
努力与否跟对方关系很大，我觉得不太好，就我不太接受这种观点，就是说你努力与否是你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要扯到别人呢，对吧，就这么个意思啊。我希望的是你自己想改善生活，是你有这个想法然后你去努力，不是说我想怎么样然后你就怎么样，那你也太没自我了吧。男女嘉宾又经过了沟通，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肾片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精选人参、鹿茸等道地药材精制而成好护士牌强肾片，同时要感谢中粮山矿泉水对本栏目的奖品赞助，重庆有好水就在中粮山，优质好水真矿泉，中粮山矿泉水淘宝京东有售。凡人有喜，我们等你。想买原装进口瑞士手表的朋友，大家要抓紧了哦！重庆瑞士名表展清仓返场，全场2.5折起，买金表送名表，买一送一更划算。我们展会啊将会在9月8号的晚上6点准时结束。两路口希尔顿酒店以及北碚、永川、合川、万州、涪陵、黄水等7大会场同步清仓，一件儿不留。品牌啊，包括欧米茄、浪琴、梅花、天梭、英纳格、三度士、浪驰、雷达等20大知名的瑞士手表品牌，全场2.5折起。哎，上万块钱的瑞士名表啊，展会清仓2-3千块钱呢、都可以拿下了。清仓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瑞士表低至980，展会啊只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要想捡趴货的朋友，大家记到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8579797，88579797。对于张小姐这样一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来说，失去自我真的是一件触碰逆鳞的事儿。之前苏先生积累的好感也在此刻岌岌可危。的确很温柔，也很会包容人，但是可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希望她有自己的想法，跟我很好的沟通，而不是说为了谁谁谁，为了干嘛干嘛，为了。我觉得她今天一天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迁就你。对，我不要。我希望就是她有自己的一定的想法，然后跟我商量着来。如果说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先问一下，然后再去做某些事情。这可能也是你说到点上了，男嘉宾他可能不知道，你可能喜欢这种，就是可能跟他的认知当中有一些出入啊，他可能觉得哎，我这样改变了，女嘉宾可能就会更喜欢我一点。因为工作的妥协，不禁让张小姐联想到苏先生今天一天的表现都在迎合自己，都是刻意而为。那苏先生真的是为博张小姐的喜欢才事事都以张小姐为中心吗？其实在我个人，有可能在他看来会是改变了很多，其实在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会觉得你有些刻意，但是你并不是刻意的。其实我觉得说，至少说我从最单纯的朋友接触的人来说，从两个都说要走到恋人的那种尊重人来说，我觉得说我很自然，不是那种特别的刻意要把个人包装成啥子一个很完美的或者说很体贴的那么一个形象。我是真的对那个女嘉宾呢有好感，所以说才会去做那些事情。因为喜欢，所以才愿意迁就对方。苏先生一天的表现也是最真实的自己。不知道理性的张小姐在听到苏先生的这番情真意切的心意后，会如何选择呢？经过了一天的相处，两人现在到了最后的选择时刻。刚才也分别给男嘉宾和女嘉宾5分钟的思考时间。男嘉宾这边呢，刚才也是找到我说有一些话还想对女嘉宾说。其实女嘉宾，我大概领会的是啊，你啷个说有点感觉我是在刻意的在改变，或者说啷个？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从今天弄饭呐、或者说那些，其实我只想说三个字，第一我愿意，然后第二个都是啥子，作为穿衣服颜色啊各方面啊啥这些，其实我也愿意去尝试和改变。虽然说有可能在你那会觉得，有可能你现在觉得说是很刻意的，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是现场的那种氛围，但是其实我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绝不会受外界的好影响，希望你能接受和那个给我个机会。一场浪漫的表白，女嘉宾这边肯定现在心里也在进行思考。女嘉宾，我数三二一，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把手搭上去；如果不愿意的话，就亲切的跟男嘉宾握握手，然后转身离开就好了。嗯。女嘉宾，做好准备。三、二、一，请选择。想买原装进口瑞士手表的朋友，大家要抓紧了哦！重庆瑞士名表展清仓返场，全场2.5折起，买金表送名表，买一送一更划算。我们展会啊将会在9月8号的晚上6点准时结束。两路口希尔顿酒店以及北碚、永川、合川、万州、涪陵、黄水等7大会场同步清仓，一件儿不留。品牌呢，包括欧米茄、浪琴、梅花、天梭、英纳格、三度士、浪驰、雷达等20大知名的瑞士手表品牌，全场2.5折起。哎，上万块钱的瑞士名表啊，展会清仓2-3千块钱呢都可以拿下了。清仓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瑞士表低至980。展会啊，只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要想捡趴货的朋友，大家记到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8579797，88579797。没有能够走到一起，不过他们两人呢都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征。男嘉宾呢是一个憨厚老实，并且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人所付出的这么一个男嘉宾，而女嘉宾呢是一个思想个性都特别独立的人，但是呢内心深处同样希望有一个男生能够去宠爱她。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未来，希望找到人生当中的另一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参与到凡人游戏的话，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88058805。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肾片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精选人参、鹿茸等道地药材精制而成好护士牌强肾片。同时要感谢凡人游戏线下服务中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同时要感谢中梁山矿泉水对本栏目的奖品支持。重庆有好水就在中梁山，优质好水真矿泉中梁山矿泉水，淘宝、京东有售。凡人有喜，下期再见。他自称博爱，在爱情面前却不够自信。这里比较博爱，那一种性格吧，跟任何人相处都能够相处得来，但是也有他的缺点，都感觉我那个人很平凡，然后没得啥子很亮的点。遇上甜美可人的女嘉宾，她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会给她打9分、10分的满分制的话，少一分怕她骄傲。男嘉宾究竟做了怎样浪漫的举动，让女嘉宾如此感叹？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现场又发生了什么，让女嘉宾发出惊呼？好夸张哦！一顿饭的功夫，为何男嘉宾对于女嘉宾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我觉得她很高冷的。男嘉宾到底遇上了怎样的挑战，让他十分苦恼？有难度吗？对你来说？有，有很大的难度，应该是。我不敢。他朴实的表白，最终会赢得女嘉宾的芳心吗？凡人有喜，下期为您精彩呈现。